我想要可以改装那个货车头。哦，熊，你那个面具也太好笑了吧！面积，我一直在期待我的新大头照，因为虽然有点不好，跟那上次那个爆画的有点不好意思，不过我这次真的只能再换一张了。他已经给我，他今天给我看的那个草图，是超帅的。这不过是要给帮我修改一下，这光这个就已经花我1000了。我看他的脸就想笑。喂熊，不玩熊啊！我没删你了，我也想要去弄个动物的，不然我不是动物的，这样不好。断线了，他怎么了？断线吧。跳掉。那我就趁机去买一个动物的面具。熊，你的浣熊嘞？不会要断线吧？他肯定，他应该是载入的比较慢吧。哦，大轮车出来了。可恶！我刚才那个根本还没拖那么久，还没有送进这个车库里面。啊，为什么我不能上我自己的车啊？像你这样啊，撞的可不负责。
to the Nethers. Choose one, hook it up to the tanker, and haul out of there. Oh, yeah, I should say the O'Neills don't take kindly to visitors.还没停卡，我就跳车，然后到了。我出头。哎，油，油罐是快要不行了。油罐踩太惨了吧？还没开始泼哎。没办法，也只能这样硬硬撑的。这样还撑得到？你也太快了吧！我们敌人都还没打完呢。他已经叫我们偷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绝对不会走马路的。如果是你，我绝对不会。爆炸！他跟着那个屌王一起爆，屌王，一个是大脚霸王吧？可能我刚刚一直谋射这个，把他射到爆，才会跟着连同爆炸。原来如此。可能。
因为这个敌人特技是那个随便穿在手上，你打几发，哈哈就爆掉了。为什么我会在他后面？哎，在你后面。我怎么知道？他的排列方式不是那个横着的吗？那我要坐对台。跟着爆。哇，你这样撞一下就撩急了。你就是撞到太大力。什么东西撞到我？电线杆。我再抓长一点去。你这后视镜都不能用，真的很讨厌。后视镜没什么用啊。有啊，如果玩那个卡车模拟的话。都要靠后视镜来看后面了。你按，你直接按那个 R3 就看到后面的。这样就不好玩啦，第一人称呢。哇，怎么会这么快就不行？因为我被他们三台一起撞向墙壁。哇！我这样自己连击又损血，走前面吧。喂，我怎么爆掉了？哦，对了，这个，哇，我这台车的防御好，可能是我刚刚射爆一台车，结果波及到自己吧。还是不要再射爆车吧。我刚刚被炸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也损血。如果没有，要不是有穿中装，不好，刚刚那一炸可能就死掉了。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车上面冒火。其实不建议你走那条路啊，你直接走那个靠那个海，沿着那个沙滩走就好了。还是翻车怎么办？啊？我在后面帮你看的。翻车，我在后面帮你看呢。啊！要是刘欢怎么样，我会叫你停下来啊。我可不能，我看是不要看那台车，不然到时候又爆掉。前面的开货车吧。货车比较坚固一点。没有，不，我坐在这就好了。前提是我不要开枪打爆台车。哎，没有对到。你这样一撞了9块，就已经损了一些一点点血。因为我刚刚不想按啊，结果就撞上去。小心前面的那个路灯。哇，这样感觉起来真的好真实啊！因为我在那个
从后面来看油罐车的样子。你直接走那个沙滩就好，不用走马路。你身上一定会被那个毒死。前面有石头，要特别注意一下哦。要是有翻车，可以这样子走了。这还蛮吓的。好，这边路比较平。卡到他就中了，就受了很大的伤害。嗯，你这个油罐车会打一卡到，随时就可能脱落，所以也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喂，谁撞我啊？王八蛋！我的车也不知道跑哪里去。这样都不会翻哦，那个油罐车也蛮强的。等一下，下一关有谁要操控一个机枪啊？嗯，路面都是三宝，万一到时候那个万一翻车的话，那个机枪，那个靠操控机枪可能就可能会没用。机枪给熊用吧。我觉得这个人，这个大厨看起来是他们几个里面最正常的。他到底会不会做菜呀、啊？才是重点。他是煮冰毒的嘛？不是做菜的。哎，耶，最后一关了。我看一般道路到达位置的时候，大概会剩下一半的血量吧。